选确诊者在隔离期间确定是不能够出门投票了。不过指挥中心指出，下周会再跟专家讨论确诊隔离缩短为五天，减少被影响的人数。第一个前提就是下周要能够达到共识，然后那达到共识的话，我们通常就是会看整个疫情的趋势。如果说整个疫情的趋势在往后的一两个礼拜都是下降，那当然就有可能在11月16号以前。